啊，白痴！我刚刚是不是没用猫卷啊？没用餐卷，没有大意义，我在干嘛？干嘛？哦，
哎、欸，白等没办法进，去练等呐、啊。不然等一下你们开，我们进去帮你们啊。去打那个色彩缤纷，我们昨天去打那个经验蛮多的。靠呀，那么多。那个好打，经验又多，然后我要死了，整条路，整条路，啊，去补习，拜拜，慢走，慢走。哦，不能抓羊是不是？不抓了，不抓了，不抓了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抓住他了，打个表情符号。哎、欸，它比金火龙好打、欸，你不觉得吗？哦，对不起，你比较好打，比较难打哦。不要，不要啦！来偷挂 ，Hello 静。静你好，你好静。哎、欸！啊！你怎么死了？才要把你抓回家的说，上面的是谁？嗯，提示一个字，他是黑。
火龙的天灵。好啦，那我们去帮他们练等吧。我看一下哦、喔。走啊，帮你们练等啊。来啊！你觉得萤火比较好打吗？有喂、欸，比较好打。对啊，金火，金火主要是龙车龙，那很烦啊。萤火就还好，因为金火母的通常都是火龙的地面型的、啊。是啊。你一样很难抓、啊。好，帮你们练等。天灵火龙快死的时候，距离可以抓那个真的很小一段区间而已。死亡距离快死，大概几千点血。来看看有没有，哎、欸、啊！如果萤火龙是绿度珊瑚嘛，对不对？嗯，足迹、可以帮我看看吗？鸣波龙、炫耀、讨伐雾障狮套龙，五个奖励，难度三，两次力竭，两个人。萤火龙。捕获猛牛龙，五个金的奖励。哎、欸，萤火也是要刷出那个药材，也是跟金火一样。哦，也是吗？好啊，那我就是在那个也是在路上，不是路上，那个叫什么？好，我知道。好的，感谢你。好的。太明显会吗？还是要提示另外一个字？跟我很像吗？不是啊。全部领取。哎、欸，我这些都满了，我卖掉，全部出售。反正找主机交给猫咪们，上吧，龙结晶之地。打啥？活动调查。缤纷色彩。好，用餐。缤纷色彩就吃个攻击力大喽。那我们吃饭。猫之一嘞，有要打吗？在打了，他已经进来了。哦，我来啦！参加任务。哇，三千刀！怎么了？没事。哎、欸，三千刀真的蛮好刷的哎、欸，素材超好打的哎、欸。哇，但是我刷那个英雄王打了三场只掉一个。哦，好。运气，那你可以考虑打另外一个英雄王，叫黑轰龙的英雄王。没问题，我已经拿到金货了。哦，我还没有金货台，那迟早都要去。没有，因为昨天开台有节操在啊。是，我没有节操。今天没有节操。对。哦，今天的节操没有极限。啊，不是说在打骗我？很小、哦，没有啊，在等人啦、啊，丢这里，不是还没出发的，丢这里。不是啦，听我解释啦。
他都没中啊，算了啊。哇，是两只两只哦，还是全部起来？一开始是两只。哦好，吓死我了。我靠！我没耐冲。嗯，太刀的霸体这么低哦。What the